咱们继续来看比赛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凌波城，对战方的话是武装冠啊，武装冠是这种传统辅助的一个武装。观战方的话也是别名冲刺哥啊，很暴力，侵蚀之后直接秒了出去，对战方宝宝直接被秒倒，对战方有点忌惮观战方的一个伤害，反手给观战方丢一手放下。观战方继续出，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感觉硬件都非常的不错啊，完全有能力和这个风筝掰一掰手腕是吧。观战方锥子控制住对战方的一个后排，观战方人物起野兽把刚才丢掉的一个伤害给找回来，对战方一手日月乾坤骚扰观战方人物的一个出手，对战方拉一手红孩儿，看一看这个红孩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创造惊喜。观战方浪涌出去打在对战方人物身上并不是特别疼，浪涌这个技能的话怎么说呢，好在虽然伤害不高是吧，好在可以叠一叠战役啥的，还是挺好用啊，用起来很灵活。你像大唐啥的就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观战方继续戳拉出一只顺法，这只顺法的一个伤害还可以，打飞了对战方的一个红孩儿，配合着对战方直接出孩子，对战方这只孩子的话是一个龙宫孩子，观战方有必要注意一下。观战方继续浪，观战方不愧是冲刺哥是吧，打起架来一直都在奔跑，一直都在输出。对战方的话虽然尽可能的骚扰观战方的一个人，但是观战方还是打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。你孩子不是喜欢防御吗是吧，那我就壁垒去拍你。观战方一手惊涛怒群飞，伤害的话打在对战方人物身上不是特别疼，对战方的话毕竟是这个抗属性的一个武装，对战方触发一手生命的源泉，观战方疯狂群秒，对战方的宝宝有点招架不住，观战方这须弥继续秒出去，对战方龙宫孩子开始出手，对战方此时场上的一个单位都非常的残，对战方补一手龙龟，看一看这个龙龟的话能不能打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效果。哎呦，对战方这个输出点的一个孩子也是打飞了哈。对战方人物被观战方锁头秒倒在地，这样的话观战方只需要秒掉对战方这个宝宝就行，对战方宝宝还是比较争气，直接绿了一手，拉不起来啊，须弥的话直接是手掉尸体，
观战方现在没有啥事儿干，一手猎食，没事叠叠战役啊。